朱玲玲、向海兰、赵雅芝等多位港姐这天一起出席汇演雅集的慈善晚会，为慈善出一份力。最近郭晶晶秘密诞下小女儿，喜添孙儿的朱玲玲有没有帮忙照顾？我就冇乜嘅，因为我都成日出入香港，所以变咗少帮帮晶晶啦，系啦。咁晶晶同启刚就辛苦啲，咁佢哋三个，一个六岁，一个两岁，咁一个啱啱四个月，咁佢哋就唔停噶啦。晶晶一直没有公开再怀孕的消息，难道是公众压力太大了吗？佢哋都習慣咗呢種壓力，都習慣咗噶啦，係啦。朱玲玲也是三子之母，有没有一些照顧兒女的秘訣跟晶晶分享呢？其實特登去咁樣傾咧就冇，不過大家見面傾開，咁有陣時都 share 下，係啦。咁又講翻佢契哥細個嗰陣時係點樣點樣啊，咁佢都中意聽噶嘛，係咪？晶晶生完后急速瘦身，完全没有生过的痕迹，大有条件再生几个。系啊，寻晚我哋去咗啊，系啊，系佢都面都瘦翻，系啊。但会唔会真系想佢哋继续生啊？唔想继续生。我谂契光同佢都我唔会俾压力佢哋嘅。咁如果佢哋中意生就会生，不过其实三个都足够噶啦。大儿子已是三子之父，但另外两个儿子还是单身，不替他们着急吗？他们真的慢慢来的，哎，我想他们，第二个都应该差不多年纪了嘛，是吧？不过看看他缘分啦，是啦，他今晚都来的。自己都有点急，都会替他有点急。其实个系仔唔系女，女就一定会急。我谂我会啊，但如果个仔咧，我就唔系话急啊。我因为佢都好识照顾佢自己噶啦，都唔使担心呢样嘢。不过我谂咧，就如果将来佢有小朋友咧，咁年纪冇太歪，太大啦，系啦。所以你如果你想教啲小朋友好多嘢 ，activities， 咁你自己都有好有 energy 先得噶嘛。如果年紀好 broad 嘅，咁可能做爸爸冇乜 energy， 係啦。所以我就 anyway， 我自己諗多啦。希望你兩位公子加把勁吧。香港報道。